韩玉玲相差十八岁，有共通点，没穿内衣怕地震，逃难尴尬。就穿好那个睡衣吗？就是穿的睡衣，但是因为睡衣里面没穿内衣，所以我现在已经震到就是每天都要穿得很整齐。现在都穿的是全副武装，之前没有一直没有平板的时候，就是一摇的第一时间就先穿衣服，本来没穿。你们又多一个共通点了，睡觉的。最近有忙练舞吗？好忙哦。好像多慧会帮你们编舞，对，他会帮我编之后的中场舞，很期待，希望他不要那个编太难，不然我会很想哭。我真的很不想再继续说下去，不然留言都骂我很难看。韩玉姐看了会不会觉得他太瘦了？太瘦了，嗯，我可以老实讲，我蛮羡慕的。